压高啊，还有眼睛不好，以前小时候放炮炸伤眼睛，年纪大了看不到了，白天看不到车，驾车也看不到，就没有去驾车了。因为小时候也就跌倒伤到肾，那时候我是三十多岁，39岁这样，我的肾不好，每天都是肿啊，走太多也是肿啊，一天肿到完了，哇，肿到痛到不得了。后来去找中医了，一直找中医啊，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我的病。那时候没有中风，已经也是在医院住一个月，那时候脚很肿到八分像，整天求神拜佛，他整天叫我来三宝王卖地，除非遇到一个人灰心呐、啊。我呢？因为那时候他叫我吃，我有点不相信哎，我想看想想一下，他这么年轻，看起来很年轻哎，你们试试看一下。以前我是半信半疑嘛，有些人吃中药保健嘛，也是吃不好、因为我很多病，我有心脏病、肾病也有，也有尿酸啊，大便有低差、眼睛又不好。现在是把第二。是半年了，差不多7个月了、我有介绍一个人吃洗肾的，他也是多年在家里，我有次叫他吃这个，他说没有这个保健，哎呀，因为他吃这个，他们跑嘛。以前他是这个安德里车载啊，现在不用了，他自己可以做 MRD。以前我手两根，左边两根灯断了，现在我拿得起。对。因为那时候很绝望，我老婆要离开我，还有两个孩子，那时候很绝望，想自杀、真的很想自杀，做的没意思，因为人一生病了嘛，他也不能免，真的很想跳楼，跳下去。命找回自己的戏。对，对有信心啊！现在有我看到人家，我就介绍人家吃什么、因为很多人看我走路越走越快越有力，好啊，他可以蹲下，可以蹲下，人家如果中风好，他不能蹲。